喂，林轩哦，干嘛？哦，就我明天想要你陪我回城东一趟啊，回城东哦，干嘛？就你不要问多啦，我就明天早上10点啊，城东集合，好不好？这样。这很奇怪，每次都不讲清楚，好，算了。那你要来穿什么呢？哇，好多，才都到哎！我今天台会不会太早了？等他一下好了。我帅吗？我帅吗？好帅！有眼光啊，帅！有眼光。你有等很久了吗？没有啊，那我们走吧，走走了。对啊，我每次都用完圈圈叉叉对啊，现在你每次都超烂，你不要输我。哪里那超烂？我们就是你输了，你就在那边哦。哪，明明我比较聪明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说的对，说的对。这10年你过得好吗？我吗？我很好啊，少了一个人在我旁边碎碎念，我过得超好。哦，是哦，可是我过得不好哎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你在位置，我过得不好。那你怎么过10年是一样的恶心啊？算了，我不跟你讲，我走。哎，等等啊！我喜欢你，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喜欢我吗？